在家己的布地，遐流浪狗啊数量是袂少。最近清早发生有流浪狗啊规定走入去人的猪条或者是饲狗场，有一户的猪被咬死十一只，有90只受伤。另外一间饲狗场有600多只鹅是去予流浪狗啊咬死。这些业者是了一个真吃力，呼吁政府都要重视流浪狗的问题，而且想办法来解决。四季的猪仔排规排，身躯还有家乡的痕迹，有的连头都无去。嘉义县布地最近分别有猪条甲养鸭场三间去予流浪狗攻击，猪鼠猪仔咬死11只，90只受伤，鸭咬死600多只，分别损失至少20-30万。5只狗啊，安尼成群结党走入去，咧抢猪啊，去的时阵咬到流血流滴，啊安尼现死2-3只，啊防不胜防。迄拢辛辛苦苦饲到尾，会买一个啊！流浪狗规定走入去猪条甲养鸭场，也规定予流浪狗行到四界走，啊，毋过若去予家条的唔放，家条扫除不了后，8月2日到现场囥狗笼啊要掠狗，毋过流浪狗大部分是暗时出来，较歹掠，一礼拜也掠无着。出马就未来啊，嘛未来啊，来看看嘛就走。加强浪犬的捕捉及绝育后回放等源头管理措施。那自8月起呢，本县呢在回放浪犬的时候，会加强装设了行为矫正器，以降低浪犬的攻击行为。为了防止流浪狗继续攻击家禽家畜，除了放狗笼啊，家畜扫码辅导养猪养鸭户，加强围篱这安全设施。啊，不过其实当地是往哪同款出现流浪狗会落水掠鱼，家畜扫码派人到现场掠狗，居民也搁再呼吁政府重视流浪狗的问题，设法解决，以免民众的财产有损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